王队长吗？是我，道儿呢？小点声，孩子睡了。睡了？他睡哪儿了？在我这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在一家高级宾馆。今天晚上，道儿烫了个热水澡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回去了。我撵都撵不走啊！你叫道儿接电话。孩子睡了。 好吧，你听着啊。听见了吧？啊，这声音是不是很熟悉？你就放心吧，道跟我比跟着你强。邱成海，明天早晨你必须把孩子给我送回来。我答应你。 晚上，道儿叫我爹了，你就编排吧。<笑>信不信由你，你不信，明天你问问道儿你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别把孩子吵醒了。 这邱成海领着道开洋荤去了吧？住的高级旅馆，给孩子烫了个澡。你说像他这样的人，还能懂当爹的心肠？骨血相连呢，别说邱成海了，虎毒还不吃子呢。 你不在跟前，娘还睡不着。哎，豆，发现！俺看看怕什么？这不是小孩玩的东西，这是武器。 啥破武器？秦叔叔的武器才厉害呢。哪个秦叔叔？就俺家院里那个科学家。他有武器？那武器老厉害了。秦叔叔说，有了它，谁也不敢欺负中国人。哦，那他把武器放哪了？一个小皮包，然后又装在那么大的柳条包里。那么大的柳条包里。 秦叔叔的武器长什么样？还没造出来呢，才画在纸上。<笑>我当他真有呢，你这个道儿，你这个道儿。娘，俺回来了，道儿，你可回来了。 把我放在院门口就开车走了。大，你没受伤吧？他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他还给俺洗澡了呢。瞧瞧，饿了吧？没饿，吃了牛奶泡的饼干，还有煎鸡蛋。 你跟娘说，你真的叫那个人爹了？俺是叫他吓的。吓的？他怎么吓你了？他一下子倒在那个大盆子边，也不喘气儿，俺就跟你挂电话，你也不放声，俺就喊娘，你说话呀，俺爹要死了。傻孩子，他那种人能死？他是装的，吓唬你。 跟娘说，他跟你在一块儿，都问你什么了？他问我秦叔叔的武器长什么样，放在哪儿。
秦叔叔哪有武器、啊？你不知道，秦叔叔天天在家画武器。那叫设计。蛋儿，他真的问你秦叔叔的武器了。姓秦的手里武器，对呀、啊，他说只要有了这件武器，谁都不敢欺负中国人。可是现在还只是画在纸上，谁都不敢欺负中国人了，那就是人人都怕的武器。人人都怕的武器，那是什么？是啊，它能是什么呢？只有美国人手里掌握那玩意儿，那才叫人人都怕。哎呀，您说的是。这玩意儿必须搞到手，可是现在还在设计当中啊。图纸和资料得给我搞到手。如果这玩意儿叫国军造出来，啪，转眼间共产党的军队就会灰飞烟灭。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里，那国军转眼间也灰飞烟灭。我懂了，处长，我马上把那个姓秦的给抓起来。慢。那姓王的老婆死在那院子，不好进。是啊。处长，我倒是有一个不太成熟的主意。我说科学家呀，你可真是太大意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能跟孩子讲？干爹，你也别怪秦先生。是我平常对道儿管教不严，这事儿啊怨我，不是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你说这邱春海，他能向孩子打听这事儿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实在不行，就把东西拿我这儿来吧。他们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到我这随便乱翻。这恐怕不行，他们要知道全世界只有美国才有这种东西，你能难得住他们吗？不行不行，天豪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把东西送出去？送出去？送到哪儿？丢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都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了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他们是不会放过秦先生的。对呀，关键是这东西要落到他们手上，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。你的屋里还有什么东西？除了书、资料，没什么了。书、资料，能不能到你屋里看一看？说不定咱们能想出别的办法呢。这是个败家子东西，把搭档的钞票整一地，还得我来收拾。我来收拾，这到底嘛主好使？金鸡，哎，你赶快趴下趴下，吓死人呢！快趴下，怎么了？金鸡来了，快趴下！什么金鸡啊？快趴下！什么金鸡？金鸡来了！我那时候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你趴下，吓死人的，吓死人的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！金鸡那边都不值钱，哎，吓死！哎呀，吓死！秦先生是吧？是啊，跟我们走。哎不，你们干什么的？我不认识你们。你不认识我，有人认识你。走。哎不是，哎，走。秦先生，最近可好啊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家里的钥匙。哎，别动！秦先生，这里边哪一把是你家里的钥匙？我家里装的都是科学，没有你所想要的。你说对了，这一次
我们找的就是客局。带走。哎，走，走。二位兄弟，这是干啥呢？大姐，俺是兵工厂的啊。秦庚忘家里的东西，让我们来拿。主人不在家，就开门去拿东西，这不太好吧？这，我们两个也怕担这个嫌疑，要不就请二位进里头看着。对，咱一起看看。那咱就成全人家。是啊。人家办的也都是公事儿嘛。话，我要鉴定一下，这种杀伤力空前巨大的新式武器究竟涉及到何等程度？但是有一点，纪律我要声明：鉴定完了，回去之后，谁也不要泄露出去，因为它关乎到国军的安危，甚至整个党国的安危。所以，听清楚了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科学家，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要不要给你倒点喝的？如果有咖啡的话，请给我来一杯。想得美，你就等着喝凉水吧。凉水也行啊，不过一定要凉开水。都他妈的什么时候了啊？你还想着讲卫生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蒙我姓裘的姓，你蒙他们，你可就瞎了眼。看见了，科学院的大拿。国防部的专家，大学里的教授，就请好了，你就。是啊，我这点小玩意儿，只能让人家笑话。林处长，这可不像你说的什么先进武器啊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看不过是普通的山炮图纸，和普通的山炮图纸还是有所不同。所谓不同。也就是在射速和射程上有点改变，这些改变还是有价值的。如果能够实现，那么杀伤力将大大增强。虽然有价值，但是国内造不出来呀。为啥？这个，你还是让那个设计者说说吧。啊，他们说的没错。我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啊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哎，等设计完了，一询问有关方面。他们说，咱们国家目前根本就生产不出适应我这种设计的钢材。哎，老先生，你说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咱们中国呀，现在不缺乏武器设计方面的人才，只是钢铁生产呢太不行了。别说你需要那种高质量的钢材，连普通的钢材，你想想全国一年能生产多少吨呢？咱们中国的钢铁生产。就如此的落后吗？要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呢，这就涉及到中国现代的工业发展史了。西方的产业革命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，
那时的中国呢，正处在明清交替之际呀、啊，闭关锁国呀、啊，对西方的变革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直到19世纪末期，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产业革命，我们中国人才想起了戊戌变法呀、洋务运动啊，晚喽。你说这行了，行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哎，林处长，我可以多留一会儿吗？干什么？我很想和这位年轻人探讨一下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。行了，改日吧。林处长，以后不要拿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东西，让我们来鉴定。是说，有了他，谁都不敢欺负中国人了吗？俺儿子就是这么说的。你儿子这么说，你也这么说。你别打人啊！我还要打你呢！不，别这样，林处长。孔子教导我们啊，要仁者爱人。你我都是中国人，咱们应该争取做爱人的仁者，是不是？啊，林处长。我也可以走了吗？走。那这些图纸我可就拿走了。屁图纸，开定纸。话呢？啊，哎，这人他不是球体动物，他怎么可以滚呢？应该是走，应该是正正当当的走。滚！叫他张牙舞爪，张开了牙。咬他自己的舌头，捂他那个狗爪子，抓自己的脸。对了，老先生，我那些宝贝呢？科学家，你自己找吧。老先生说了，就藏在这个屋子里。哦，不是，这科学家呀，你别找了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这没有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干爹一起放的，这你们是不是藏这儿的？可千万别给弄丢了！科学家，你别着急，干爹再好好想想。好好好，回来这儿。这种宝贝可不能丢。我早就说过，咱们院子里头，不管谁家的宝贝都不能丢。你说你拿它干什么？你们就都不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天下就不太平，天下不太平，家家就都锁紧门吧。嗯，科学家，是这些东西吗？是是是，是这些东西。哎呦，那就好，好像一张也没少。太好了，这回可得放好了。对对对。立正！报告团长，全连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弟兄们，我胡某人以往对大家伙不薄吧？不薄，我们都记着呢。嗯，谢谢你们记着，可有人不记着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就是你们连的梁大川。大战在即，军阀必须从严，不给他来点真的，他不会长记性。你们当中也会有人跟他绝。橙子，到，把夹巴事拿过来。是。这玩意儿，你们都认识。这玩意儿。你们恐怕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吧？
这是我胡某人的传家宝。他们合起来有个好听的名啊，叫大雁不落单儿。再捣蛋的大雁，经过这玩意儿一收拾，他就再也不敢放这儿了。我胡某人今天要试一试这两件法宝好不好使。弟兄们，你们看好了啊，首先呢，把这个铁板捏在他的身上，下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握住这个小脑子，照准铁板中间这个圆口。哦，对了，我再补充一句啊，匕首进去的时候转动一定要快，要不然梁大栓兄弟会疼的。孙连长，到，你来吧。怎么没看清啊？我再示范一遍。团长，给我一枪，给我一枪。把嘴给我闭上。团长这是在招正你，明白吗？对，招正你也是招正想跟你学的人。给我一枪，动手。挖块肉不难，可是你现在看看弟兄们的眼神，要是把弟兄们都惹恼了，你说这个病还能待吗？妈的，谁开枪啊？把自己枪都看好了，咋还走火了呢？一帮雄兵，我告诉你。班长，什么？不，我先。你讲吧。我讲。疼吗？啊！还跑不跑了？不跑了，不跑了！再跑怎么办？再跑，我改变成团长方案。算个狗屁东西！你让团长伺候你。我告诉你，梁大川，你记住了，下次要是再敢跑，我用不着团长徒手，我拿把钝刀子拉你。我不像团长那么好心。再问你一遍，还跑不跑了？不跑，不跑了。梁大栓的话可信吗？可信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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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吧。梁大栓，胡团长特别放你了，还不谢谢胡团长？谢谢胡团长！大点声！谢谢胡团长！兄弟，带兵如带虎啊，日后你得小心着点儿，别动，包伤口了，动。一个天生的完蛋货，跑多少次都没跑了，你学个人老驴子，一抬脚就没影。俺哪能跟他比啊？他多鬼呢，俺一出驻地就找不着道了，连道都找不着，你还能干啥？就你这样的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。那俺娘咋办？她就自己在家。那你惦着怎么着啊？接着跑啊？想跑也得跟着我跑。孙营长，命令谢过。哎，孙营长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你干的活儿，这个，在咱们部队啊，人人平等。哎，啥我不能干啊？啊，这怎么好呢？走，这个在那边就没这样的事儿。哪边啊？就是蒋匪军那边。哈，咋的？不叫你们国军了？哈哈，咱不是革命战士了吗？大名叫啥呀？哎，叫我老驴子就行，这听着顺耳。营长，他叫高有志。嚯，够豁亮的名儿啊！高有志同志，
这你们家还有啥人啊？俺家，有爹有娘，还有一个妹子。啊，那日子过咋样啊？那叫好，在三里五村的，一提高家大院，那没有不知道的，七八间房子，海青石到顶。那屋檐上那雕的全是牛头马面，什么牛头马面？那是五脊六兽，这哪有呢？嗨，你管它叫啥呢？你反正是看着挺气派的。家里还有200多亩地，哇，雇着七八个伙计，这要不是打小鬼子，说啥也舍不得出来。咋样啊？现在这咱部队还习惯？说实话，哪儿都好，就是会太多。咱部队的战士啊，文化都少，好多事儿啊都得靠开会说，啊？是，这开了会，也听了不少的新道理。我求你件事儿呗。说。我这空着手走路不好看啊，我抬一会儿重机枪呗。抬呗，去吧。小张，让跟我这扛。是。给我。弟兄们。咱们唱首歌吧，别唱了，辞令调啊！嗨，那哪能呢？咱唱一个《向前》啊！我起个头，大家伙一块唱啊！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预备，唱！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。歇会儿吧，那个别嫌俺一下子捡这么多黄米啊！俺们这旮沓呀，正月就好吃黄米包的粘豆包。大哥，你啥地方人啊？中原人。中原地方大了，哪个县的呀？跟你说你也不知道。队伍上咋都叫你老驴子呢？驴姓，当驴的命。看大哥说的，挺好一老爷们儿，咋糟践自己呢？那不是当驴的命，能在这儿推碾子？哎，你可别怨啊，是队伍上派你来的。大哥，你吓啥？咱也没个话呢。今天不想说话。咋了？身子不舒服啊？是日子不对。明天就是小年了，啥日子不对呀？没听见性子急的人都开始放炮仗了。今儿个过了就是明儿个，明儿个过了就是后儿，一天接一天过呗，哪有啥对不对的呀？你岁数不大，话可不少。大哥，你是不是遇着啥不顺心的事儿了呀？要不你说出来，俺帮你排进排进。算了，不干了。反正剩的也不多了，自己干吧。你看，刚才让你歇你不歇，这会儿累了吧？行，你回去吧。等年头包整好了，俺就叫你啊。还是我。还是我干吧。这么多黄米，再加上这皮糠子，帮人帮到底。妹子。咋不说话了？俺怕哪句话说不好，你又不高兴了。这
刚才不怨你，是我不愿意过小年儿，跟你动了点态度。哎，对不起。你比俺家那个强多了，他要发起火来呀，上天入地的，三天五天都不跟你搭腔，还得你给他陪笑脸，他才能消停。哎，那这一上午，咋也没看着他呀？那个人他不在了，抓劳功德费劳，回家就死了。他走了，婆婆家想想晦气，俺就一个人支门过。啥晦气啊？这都怨鬼子，怨费劳，还晦气？妹子，这大名叫啥呀？啊，你就叫俺秋云吧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，我行了。啊。哎呀，看这破门。没事。俺回吧。要不俺给你缝缝吧？哎，不用，部队上有针线。客气个啥？俺给你缝吧。真不用，共产党的兵都会使唤针线。大老爷们还会使唤针线呀？要不这样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对。那给你往前放一点吧。用这个吧，你们的肯定不及俺的好用。行，那我就试试。谢谢啊，大哥。哎，不谢。你慢点啊，大哥。啊，哎。人没有？哟，大哥呀！啊，进来吧。放心，院板俺都整好了。我这给你送这你家线板。啊。咋样？好使吧？好使。哟，这缝的啥呀？丑死了，疙瘩溜秋的。可惜俺的针线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就这就行。还是进屋吧，俺帮你缝缝。哎呀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进屋吧。哎呀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没事，走。哎，进来。衣服脱了吧。啊，你就这么缝吗？这咋缝啊？别别扭扭的，我再扎着你。家里也该贴张年画，贴了没人看啊。你们队伍上咋过年啊？过啥年？明天就开拔了。大过年的也不歇会儿啊？国民党他让你歇着呀？那是。他们可不让啊！
你真压根儿可真好，大哥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哎，我自己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帮你。对了，你这一走，啥时候才能回来呀？难说。战场上，枪子儿可不长眼睛，不管咋的，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。 这枪子儿，怕我老驴子。这枪子儿，他我身上有，他队伍上有，他有这个。拿着，哎呀，哎，妹子，俺回了。妹子，你也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 大娘，大娘，你说我老驴子他不会跑，万一呢？老驴子，你整啥事儿呢？宋院长呢？咋的了？哎，宋院长，大娘，这我们宋院长。啊，你就长官呢？别，我叫宋天星，您有啥事儿您跟我说就成了。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们八路有没有法？当然有法了。啊，那就好。那您瞅瞅，您瞅瞅，瞅瞅你这手下，哎，咋的了？ 没瞅着啊！你看他扣的，那都没扣全。哎，孙院长，我犯纪律了。哎呀，你说话说挺轻巧啊，那是犯纪律吗？那是犯王法，那是犯天条，你天打五雷轰啊你！大娘，大娘。 您别激动，别生气啊！您有话慢慢跟我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长官呐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二媳妇的清白，俺老张家的名声，全毁他身上了。都是，到底咋回事？你跟我说。长官，都是我不好，跟大哥。 没啥关系。哎，你说啥？你说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老张家还要脸呢？我打郑总长，干什么？到底咋回事？宋院长，不怨这个没。 宋院长，行刑之前，你是不是要说几句话？讲个屁呀！丢人的事儿。你去问问他，看他还有啥说的不。 老志，昨天夜里的口供，你要不要反悔啊？
手印都按了，反悔那不叫爷们儿。把我酒倒上。要是没这档子事儿的话，你也算得上是个好革命同志。你真没话跟我说了。把这酒干了吧。苏营长，我给咱队伍上抹黑了，忘了我吧。你给我干了这丢人败事的事，我能忘了你？生。